周迅，时间交给你。哎呦，我特别想先问问，学相声学多长时间了？四年了。跟谁学的？我们跟苗阜学的。啊，苗阜几岁登台？我们三岁。三岁登台，看着你们俩，我跟你说，老爷子眼泪都快掉下了。哟，因为他是六岁登台，人家还，是不是就看您当年似的？看起来我得管他们叫老师。为啥？他三岁，我六岁，比你还小呢。比我说的早啊！你们生长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太幸福了。好好学艺，好好学文化，好好学相声，祝你们幸福。